你知道脚被踩到吗？啊！今天晚上他们蛮可怜的。为什么呢？外面很冷啊。对，因为下雨了，对吗？但是看到你，又很热啊。我也一样。他说他也一样，看到你我也一样。还有，今天晚上他们不能照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可以。但是我可以。这，我刚才。行吗？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说不行。很对哦，很对，一定不行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照一张怎么样？好，OK，好。三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。